武汉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由1月28日的最高点32.4波动下降至2月15日的21.6%。湖北其他地市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由1月27日的最高点18.4%下降至2月15日的11.1%。 全国其他省份重症占确诊比例的比例，由1月27日的最高点15.9%下降至2月15日的7.2%。以上变化说明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经显现。 包括里面有一些丢的东西啊、吃的一些什么生活垃圾和他们的废弃口罩啊等等医疗垃圾，我们全部进行专门的进行生活垃圾处理和有害垃圾处理。我们一天最少是清洁3遍，早上应该是7点钟就要进去了，因为他们早上吃早饭的那些垃圾和中午吃早饭和晚上的晚饭是垃圾产生量是最大的。 的话，他整个人就像有点那种呼吸不畅，有点像那种蒸桑拿的，像蒸桑拿的感觉是一样的。特别是做事的时候，他出了动作幅度大了之后，他根本就是说喘不过气来，目睛是看不清楚的。越到后面越困难，就用手在前面撑着，用手前面撞着怕撞到墙、撞到玻璃，然后一点一点的来。 我们在那儿等忙了，有一滩水，然后有一个男的，那个师傅他就拿了一个拖把在那儿拖了半天，拖了几次给我们把那滩水给拖干了。他说你们也辛苦，他说万一你们忙的时候看不见踩到那个水摔跤了，他说你们会很麻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也在付出，他们也在帮我们。 我是中新社记者张健，我现在呢是在两名志愿者的车上。今天呢，武汉呢是大雪纷飞，在窗外呢，大家可以看到雪已经在车窗上落下了厚厚的一层。这段时间以来，武汉的市民是不能出门，那么今天两名志愿者呢将赶到武汉的江汉大学取生活物资，送到这里的一名外籍教授所居住的小区。接下来，我们跟志愿者小田聊一聊今天的情况。 跟我说是确实想需要帮助，需要帮助把食品运一下。其实他离那个宿舍和他的学校并不远，但是社区全部被封锁了，没有办法，出不了门啊。在进入外籍教授 Sara 居住的小区后呢，他在楼下等待着志愿者的到来。在执意要留下一些生活物资给其他更需要的人后。 Sara 表示呢，他在武汉工作多年，武汉就是他的家，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